大家好，我还是那个每天被自己帅醒的男人摩根哥哥。今天打水友赛啊，别的规矩没有，必须用射手。哎呦我的妈呀，那这还玩个毛啊，你们认输得了。本来想选一个百里来秀秀枪法，突然我冒出一个想法，用鲁班。那你就会说了，那你用鲁班不就成提款机了呀？我只说四个字啊，任性欠揍。伴随着动感的音乐啊，我的鲁班上场了。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，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。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，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。你看到这个公孙离没？我跟你讲啊，我就补兵，残血我都不动的啊！过来呀，你过来呀，啊，过来呀！嘿嘿，上套了吧？哎呦，这年轻人，可以可以可以啊！打个河蟹玩玩，舒服啊！哎，迪哥哥，啊不是姐，这没什么意思呀！现在为大家施展一下失传已久的绝学啊，就叫他鱼叉机关炮吧，嘿嘿。这黄忠还想跑啊，给我撞，远距离射击。哎哎姐，哎，几个意思呀，就打我了呗。看到狄仁杰和公孙离没，我就无视他们啊，径直走就行，能把我怎么样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后一大招啊，无聊啊，开始反击啊。就这样的手法敢跟我小鲁班面前秀操作啊，我就站撸，你能把我咋地啊。不知不觉，队友跟随着我这个帅气的男人的带领下啊，成功获得胜利。我虽然送了全队所有的人头，如果没有我这个帅气又霸道的男人冲锋陷阵，你们能赢吗？真是的啊！当然了，输出肯定是我最高啊，不用看了，看什么看啊？有一位粉丝昨天问我啊，我的原则是什么？今天我就告诉你啊，我的原则是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啊，我就生气。嘿嘿，还有什么问题尽管提出来啊。好了，感谢今天的九位粉丝，分别是偶尔谈谈过去、木西瑶、死亡从未临近，还有这个恩德儿啊，一颗小棉花糖我记着你了啊，今天你打死我两次啊，还有我真吹不起、羚羊、搂雾，这个是浊酒啊，本局最强输出就是我啊，每天被自己帅醒的男人。本局闹着玩的是啊，死亡从未临近，咋地啊兄弟，你挂机了呀。好了，今天我帅气的英姿展示到这里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